OK， 今天呢，我就是要把我的猫卖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鲁阿皮卡丘。OK， 今天呢，我就是要把我的猫卖掉。为什么我要把我的猫卖掉呢？就是因为我不爱它了，我不喜欢它了。就是我要把它卖掉，原因就是因为它每天脱毛，然后每天要吃，然后我已经养不起它了，所以我要把它卖掉。然后，你们如果有谁要买 Kimoji 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。然后呢， Kimoji 我要卖的价格就是12000块钱，对，12000块钱，就是我要把 Kimoji 卖掉的价格，我卖12000块钱。如果有人要买的话，可以去 IG 私信我，或者是在 YouTube 的评论底下说你要买 Kimoji 这样子。然后价格还可以谈啊，你们也可以自己开价，你们要买 Kimoji 多少价钱呢、啊、我是可以考虑看一下你们的价钱我肯不肯卖给你们这样子。然后也不要讲什么我不爱猫啊，什么抛弃它啊，什么之类，就是我真的真心觉得，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养它，就是我真的没有能力养它，所以我选择把它卖掉，就是最好的，对它最好的，怎么讲啊？对它最好的帮助，这样子让它去到更有钱的家，让它去到更舒服、更快乐的家去过生活。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养它，所以我要把 Kimoji 卖掉，然后价格是12000，然后太贵的话，然后你们也可以自己开价，也可以去商量，然后去 IG 私信我这样子，然后要不要买这只猫，我要把它给卖掉。对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我只想跟你们说我要把它卖掉。对， OK，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